土豪姐妹今天发起挑战，她们被各自关在一大箱子，有100个神秘按钮可供选择，只有一个按钮能让人重获自由。俗话说有难同当，任意一方按下按钮，两边都会受到惩罚，但有福不能同享，最终只能一人逃离。见证塑料姐妹情的时候到了，妹妹首当其冲按下按钮，迎接她的却是香肠配水迎头浇下。正当姐姐嘲笑时，热狗面包也从姐姐头顶穿过，姐姐按下第一个按钮，一筐番茄在姐姐头上砸出了汁水，妹妹这边则是番茄酱的攻击，真是太糟糕了。妹妹按下第二个按钮，一包小纸杯蛋糕扔了下来，姐姐这边大大的生日蛋糕来得猝不及防，都把人给整懵了。接着又是一块，姐姐嫌弃的大叫，但是没有什么用，姐姐按下第二个按钮，一筐湿面包浇下，妹妹也是面包片浇个不停，好恶心哦。妹妹按下第三个按钮，一个个披萨饼倒在妹妹身上，姐姐又是大披萨砸在头上，又整呆住了。姐姐按下第三个按钮，终于幸运了一回，没有奖励也没有惩罚。妹妹按下第四个按钮，迎来了一大批小熊软糖，妹妹看见兴奋极了。姐姐按下第四个，一桶酸萝卜迎头浇下，可想而知妹妹的更残忍，发臭发酸的酸黄瓜倾倒下来，美女身上怎么能变臭呢？两人被恶心的大叫，妹妹按下按钮要求两人交换场地，姐姐按下第五个按钮，幸运的触发了护目镜奖励，妹妹按下第六个按钮，一桶橙汁迎头浇下，姐姐则是橙汁加橙子，两人都显得有些崩溃。姐姐按下第六个，泡泡水倒在身上，总算让身子香香的了。妹妹好像不太舒服，因为倒下的是洗洁精，要知道女孩身上最讨厌滑滑的感觉了。妹妹按下第七个按钮，两个神秘物体完美错过，原来是两只烤鸡呀，姐姐就遭殃了，100个上校鸡块砸得哇哇乱叫。接着姐姐按下按钮，一大桶牛奶浇个不停，妹妹这边是100块奶酪。接着按下第八个按钮，一瓶糖浆又给错过了惩罚妹妹的机会，反之姐姐这边的糖浆量就巨大的，粗壮的胳膊全部给包裹。姐姐按下第八个，小麦片迎头浇下，妹妹却被甜甜圈砸得不轻，随后按下绿色按钮，一包火腿片扔了下来，姐姐这边就被火腿肠包裹。接着姐姐按下幸运色紫色的按钮，啊这真被幸运女神看见了，一颗神圣的小玩具纸伞降落，太可爱太好笑了。这个字你可能见过，但是你肯定打不出来。妹妹是真幸运，拿到了正常的晴雨伞，此刻只想询问姐姐，你心里平衡吗？妹妹按下蓝色按钮，有东西保护就是棒，大块乐高只能打在伞上，妹妹象征性的举着小纸伞，乐高积木可砸得不轻。接着姐姐按下按钮，迎来了可爱的圣诞小娃娃下来陪伴，妹妹是几个圣诞娃降落，随后按下蓝色按钮，一筐便利贴飘下，还挺美哈。姐姐的更美，一筐银色亮粉一泻千里，姐姐按下按钮，100张白布迅速落下，妹妹这边则是彩色油纸，妹妹按下橙色按钮，100张卫生纸掉落，姐姐却是打湿的卫生卷纸，多的都快被包裹成木乃伊了。接着按下按钮，话音刚落，咖啡粉就给白纸增添了一种颜色，妹妹这边是香味扑鼻的咖啡豆，好家伙，这么多都要砸出脑震荡了。接着妹妹按下按钮，获得了自由，妹妹激动的大叫，可怜的姐姐还被关在箱子里，当视频点赞到5000，姐姐才能重获自由，关注我下期更精彩。